好，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星期五，我们一起 Friday night， let's go。 因为一般周五我的固定项目呢是跟我的邻居 Jessie 我们一块去约个饭，因为我们周五都不想做饭了，上了一周的班特别的累。结果这周呢她的男朋友过来了，所以我今天突发奇想，想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生活，所以呢我打算今天去一下 IKEA， 之后在 IKEA 逛一逛，买一些整理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屋子一直都特别缺乏整理，因为没有太多的那些 organizer 的东西，所以我今天打算去 IKEA 看一下，然后顺便在 IKEA 吃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这边的 IKEA 吃的好像特别差，我印象中我去 IKEA 吃的东西都不怎么样。这就是我点的饭啦，然后两片面包，这个面包闻起来超级香，然后这个汤闻起来也是那种番茄的味道，特别的重，特别喜欢。然后反倒觉得他们那些点的菜好多人排队，但是我觉得一点也不好吃，所以今天的晚饭就是这样啦。我再吃一口，我们就去逛吧。哇！欢迎来到我的家，神经病。我现在决定一定要买的花盆，还有那个花，还有整理的箱子，要记个笔记。最后一样东西了，感觉买了好多花花草草，最重要的东西不能忘。居然没有货了 ！Oh my god， 买不成。我现在把我的花安置到了这里。哎，我开车一定要小心点，要不它回到家就屎掉了。最近发现了我一个超能力，就是我无论去哪里吃饭都能点到我喜欢吃的那个。我觉得今天吃的晚饭我不想排队了嘛，然后随便吃的，但是特别的好吃。唯一的遗憾就是我走的时候本来想吃一个 IKEA 的冰淇淋，但是我东西太多了就吃不了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家啦。我明天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个花儿腾一个盆儿，因为它长了一颗小的在这里面，而且这个我感觉应该满盆都是这个花的根儿了，所以啊，我要把它大的腾到这个大的木盆里面。虽然它是一个木桶，但是它是 IKEA 唯一一个真正的花盆，因为其他的花盆都没有洞。哦，这个有一个洞。然后把小的那一颗留在这个盆里面。哇，这个好喜欢呐！以前我们家就有一个这样的花，所以呢，我在 IKEA 一看见它，我就想就买它了。又多了一个活物在家里面。说到活物，现在那个肯波茶变成这个样子了，上面飘着一层菌，底下沉着一片菌。
哎，为什么它沉底儿了呢？难道被我养死了？应该不是吧？然后这还有一瓶小的在这里面。说我今天本来还想买那个可以推进去拉出来的那种整理收纳的筐嘛，然后是四层的那种，结果他们断货了，说明天才能到，然后就没有买成。今天，但是我买了两个收纳箱嘛，也许我收拾一下，明天就发现我其实不用它了。哇，这个大小刚刚好。垫一个这样塑料的盖子嘛，然后就可以防止那些酱油醋什么的不小心滴下来之后把这个柜子染色了。我一直这个柜子用的特别不踏实，现在就可以放心啦。打算把这个剩的这个大的桶放在厕所。把我的这个床头的架子也收拾了一下，上面是我不怎么用的护肤品，但是也会用。我打算今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些囤货都消灭掉，然后我用什么买什么，我就以后都不囤护肤品了。我觉得我的囤货还算是少的。之后这一层是我的指甲油和我的刷子。那天我着急出门喷这个香水的时候，它就从这个缝缝里滚下去了。之后我的 Dots 就摔掉了它的翅膀。我打算以后买一个透明的502胶把它粘起来。我当初买这个香水就是因为这个瓶子，结果我现在香水还没怎么用就把瓶子给摔坏了。而且这个相当于我当初第一个用香水用的就是这一瓶，所以呢相当于是我高中最喜欢的味道。所以我最近又买了一瓶新的嘛，就相当于提取我的记忆，提取我刚出国的时候存在这瓶香水里面的记忆。之后刚才买的这个盒子我觉得超级的好看，放在这里面一下就整齐了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乱是因为没有一些真正有效的 storage， 买一些这些盒子有的时候是有用的。这个架子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是想到它的这一层刚好是跟我床头是一样高的，所以我可以把这一层当成一个床头柜，这样放了一盏灯在上面。因为我的房间比较小嘛，可以多放几层东西，好机智。我最近皮肤状态慢慢的又变稳定了一点，因为我今天只涂了防晒霜和遮瑕，所以我用一个这个 Garnier 的 Micellar Water 稍微擦一下就能卸妆了。之后用一个 fresh 的这个洗面奶，这个洗面奶完全不含皂基，洗起来特别的舒服。之后首先护肤呢，第一步用 Tatcha 的这个 The Essence， 就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作为一个基底液导入的效果特别的强。之后 SK2 的 Facial Treatment Essence， 我这次买了这个大瓶之后觉得这个泵超级的好用，我都不用拿出来倒了。然后用一个 Estee Lauder 的这个 Advanced Night Repair Eye 一个 Eye Cream， 就我以前说过嘛，就比较一般，我现在这个年龄用不出它的好，因为黑眼圈的问题不是眼霜能解决的。然后其他的我用的还可以，因为我眼睛是脂肪比较厚的那种，所以细纹的问题也不是特别明显。最后用一个 Tatcha 的这个 Water Cream， 超级的轻薄，就涂在脸上一开始是这种霜的质地，然后你涂匀之后它就变成水的那种质地。最后呢再涂一个 Tatcha 的这个 Lip Balm， 我用了挺久的，已经快用完了，这块已经见底了。
因为这边冬天比较干嘛，所以我用到现在觉得还好吧，能够保证一晚上都比较滋润，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日常、非常快速的周五的 night skincare routine。所以我去睡觉啦，拜拜。